大家晚上好。Mike Chen，Hello，晚上好。Hello，嘟嘟，晚上好。来 ，FB 的朋友 ，FB 的朋友，乔薇你好，晚上好 ，Kalina 你好，好 ，FB 的朋友 ，FB 的朋友，帮忙我把直播 share 出去 ，share 出去。今天在直播的尾声呢，我们会送出 FB 两张一百令吉的优惠券，还有 IG 也是有两张一百令吉的优惠券的。So FB 的朋友来给力，把那个把我们的这个直播把它分享出去，好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看我们的直播。来 ，IG，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FB 的朋友来帮帮忙，把 FB 的直播，把我们 FB 的直播分享出去各大群组，好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那我再达到50个人以上呢，就会开始我们的直播的，好不好？来，阿文晚上好 ，Hello 依文 ，Hello 安仔晚上好。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支持。Hello Vivian， Hi dear， Vivian 你好。Hello Vincent， 来 ，FB 的朋友来给力，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分享出去。那好，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看我们直播，那我就可以快一点，可以把直播开始的。LV Low， 哇，真会说话，说这个主播很美哦，真会说话，好，那你就 stay 我们的直播到完毕了哦，不可以中场退场，中场退出我们直播哦。来 ，IG 的朋友，来叫 IG 的朋友来叫朋友进来看我们直播，叫朋友进来看我们直播，叫家人朋友都一起来看我们的直播。好的，谢谢嘟嘟你，谢谢帮我们 share。Hello Esther， Kalina， 谢谢你，两边都有帮我开，就是 IG 还有那个 FB。Hello Kenny， Hello， 大家好，晚上好，来。人数快要上来了，人数要上来了哦，来的，请大家耐心等候，多一下下，人数上到来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直播的。好的，来，帮我把直播分享出去，那我就可以让更加多的人一起来看我们的直播。依文，谢谢你，有 join 我们的 FB 跟我们的 IG。 Hello Sean， Hello Christine， 晚上好。FB 已经有20多个、人数已经达到20多个咯，只是 IG 是比较慢一些些的，没关系，只要是达到50个人之后呢，我就开始今天的直播的。今天的直播呢，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星期新产品上线，还有重点介绍我们上两个星期已经上线的产品。那当然不能错过的呢，就是我们在直播完毕之前的直播优惠，还有我们会抽出IG 跟 FB 两张各两张的价值100令吉的优惠券的。所以呢，尽快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只要是有分享的 share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直播优惠券。是价值100令吉的哦，100令吉，而且100令吉的直播优惠券呢，可以购买我们的任何上线的产品的。是的，听 Chen，
啊，对，我们是180%正品，都是180%正品，是中古商品，中古商品，我们的商品呢都是从日本进口运过来的，而且已经是有专业的鉴定师帮我们鉴定，是180%正品，不用担心。好的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都可以丢上来，我可以让为你们一一解答，一一解答的，没问题没问题。来 Jackie 晚上好，啾啾你晚上好， Hello Veronica、Veronica 还有 Erica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来，我们等多两分钟吧，等多两分钟，只要是人数上来了之后呢，我就会开始的，大家请耐心等候哦。在耐心等候的当时，记得帮我把那个FB 的直播分享出去，好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看我们的直播。快要了快要了，人数已经有30了，30。 Jimmy 晚上好， Willy 方晚上好，来，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主要是以中文为主的啊，中文为主的是有哪位朋友在不是中文Chinese speaker 或 Mandarin speaker 的话，可以把 comment 打上来，那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就解答你的问题的。 Hi guys, good evening.For these live sessions, we are mainly speak in Mandarin. If anyone that having a problems that's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language, you can just put in your comments for us to give you a priority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ll right? 好的好的，来就再就加多一分钟吧，一分钟。你哪里国家的呢？帕菜啊，我是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卖的东西都是以马币为主，以马币为主。可是呢，我们卖的东西都是有继续，我们都有国际的那个国际运送的那个服务的。所以你是其他国家的话是没问题，只要是来 PM 我们、DM 我们，我们就可以让你知道其他国家的运送费用是多少的。Hello Shelly，Hello Lulu。Hello Yuni, 晚上好。 Hello Stelena. So Stelena, for today live, we are mainly in Chinese speaking.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or any like question, you can just put in the comment. We will give you a priority to answer your comment first, yeah? Hello Song Song, 晚上好。好的，来，就现在已经8:10了，好，那没关系，人数还没上，可是没关系，那我们来先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好不好？好的，来，让我们先开始今天的直播，好，不要再让线上的人久等了，对不对？可是没关系，线上的朋友们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那我们在直播完毕之前呢，我们会有 FB 两份的100零几的优惠券，还有 IG 两份的100零几优惠券的。那如果 IG 的人数不能达到30个人的话呢， IG 不能达到30个人的话呢，那 IG 的优惠券我们今天就给不了了。那只要是 FB 是达到30个人以上的，我们100零几的2张优惠券就会送出的。好，来，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吧。大家晚上好，我的名，等等啊。来，大家晚上好。首先让我来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字叫 Pinky Luxy Moxy 的创办人。这个直播呢主要是由我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说我是今天的主播咯。那 Luxy Moxy 呢是一家刚成立的新公司，我们从事中古名牌的商品买卖。所有 Luxy Moxy 所贩卖的商品呢是均来自于日本的，经过日本的专家鉴定再出货的。所以呢，在日本所有把自己包包卖给售后商的人呢都必须留下身份资料，做以作为防伪造品的这个
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从日本出品的中古商品都是那么的受世界肯定和相信的，所以呢，大家不需要担心，我们 Luxy Moxy 所贩卖的二手商品都是100%正品哦。那 Luxy Moxy 呢，我们也有自己的评分系统的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FB 还有 IG 的商品 post 呢，可以看到满分是10分的，那最低呢是8分，那我们的标准是8分是有点点小瑕疵的，然后呢9分是接近完美，10分是没有使用过或者是完好无缺的，所以呢你们可以放心的看我们的 condition 的那个评分系统，就可以知道它的 condition 它的状况是多么的好的。那好了，来今天的直播流程呢，我会先开始介绍这个星期的新品上线哦。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我就要开始介绍我这个星期的新品上线咯。好， Is anyone that is not a Mandarin speaker, is not understand my Mandarin speaking in the live sections here, just raise up your comment here. We will give you a priority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Yeah, no problem. All right. 今天的直播呢都是会以华语为主的哈，以中文为主的。如果有谁不明白的话呢，可以直接把它可以把你的 comment 把它放上来，我们会给你们一个 priority 来回答你们的问题的啊。好的，来，让我先开始今天的新品介绍吧。来，让我先把那个手套穿上。好的，第一个新品介绍呢，是这一个小包包。大家众所周知的，最近呢，小包包是多么的流行，多么的流行，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我们拿大包包的话，会把好多东西把它丢进去，那呢会导致呢肩膀酸痛啊，然后还要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帮你背的，对吧？所以呢，最近呢，就非常流行小包包。小包包是现在时尚的趋势哦。所以这个小包包呢，它是 Shirley Ribbon 的 version，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handle 是 Shirley Ribbon， Shirley Ribbon 就是说它有青红的条纹，青红线的在这，你看就多么的时尚，对吧？所以这个包包是可以怎么 carry 呢，就可以这么样的 carry， 可以这样的提，或者当它是个 shoulder 包包，就是单肩包可以这么样的提都没有问题，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这样的提都多么的漂亮。是这样的话，我去跟现在 MCO 过后呢，是可以去那个 cafe 打卡，对不对？那 cafe 打卡的话，我就这样子把那个包包就这样子放，是多么的漂亮，对吧？显高又显漂亮的，对吧？而且包包又多么的显眼。然后呢，这个包包除了可以平时在跟男友约会啊，或者是跟朋友出街喝茶喝下午茶都可以带上的小包包之余呢，这小包包也是非常适合带去宴会的哦。因为宴会的话，平时我们都不会带一个大包包去宴会，对吧？因为都穿的长裙，而且又这么的 formal， 这么的庄重，所以呢，这个小包包宴会都非常适合的。你看，好像我今天这么穿，只要因为这个颜色呢是非常适合什么颜色的搭配的衣服呢，都不需要担心，都是非常容易搭配穿着的。看看，然后呢，里面的容量，你可以看看里面的容量而已，也不会说太小的啊。你看看，至少是可以放上一个小钱包，哎，或者是弄这个 lipstick 口红，或者是腮红，或者现在我们所要带上的那个 sanitizer 搓手液都是没问题的，所以不用担心容量太小无法放上你平时需要用上的东西，口红呀、腮红呀，或者是小钱包、小卡包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容量不会是个问题的，在小包里面这个包。那这个包呢，我们的那个评分系统呢，我们是给它10分 over 10分是 excellent condition， 就是说接近完美的状况，你可以看是几乎接近完美，没有什么小瑕疵的。然后呢，这包包的售价是
1599 1599的，谁有兴趣要下单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单，或者是之后我们直播完毕之后呢，就可以 DM 我们或者是 PM 我们的哦。好的，大家有什么对这小包包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提上来问我哦。你看，这宴会可以用去出街约会，跟闺蜜约会都可以用，这多么的漂亮，对吧？而且是搭配在衣服搭配上面，也不需要担心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是没问题的。这种颜色是非常好搭的啊。好的，来，我们介绍下一个款式，好不好？那下一个款呢，也是 Gucci。也是 Gucci， 下一个款的 Gucci 之后呢，也是下一个款，也是小 Gucci， 也是一个小包的 Gucci 包包。这个 Gucci 包包呢，特别的东西就是这个 Gucci 包包是没有那个 zip， 是没有拉链的。所以它是怎么开的呢？它就特别在这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可以这样子开。然后呢，你看它的容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在小包里面呢，这样子的设计的容量呢，是非常足够你放小卡包、小钱包，腮红啦、口红啦，是都没有问题，或者是搓手液啊，或者是wet tissue 啊，或者是纸巾之类的都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包包呢，除了也是一样，可以跟闺蜜出街啊，或者是去跟男友约会，都是没有问题，而且搭配上呢。肯定也不是一个问题哦，因为这是复古的颜色。你看，今天我穿白色还有粉色的小裙子，都是可以配上，多么漂亮，对不对 ？Hello， 大家好，晚上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提上来问我哦，我都可以一一解答的。而且再次重复 repeat， 我们卖的都是180正品的哦，所以不需要担心。然后呢，这个包包的特别之处，刚刚是说了，就是这个小 buckle， 这 buckle 呢，之后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小拉链，还可以给比较私密的地方，就可以放一些而且这个小孔帕门呢，里面是很深很深的，所以呢是不需要担心会不会太浅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长的卡呀，或者是怎么样，你是放不进，里面还可以放一个小卡包的，是没问题的。所以因为这个包包没有拉链，对吧？可能你们会担心会不会不安全，因为没拉链，可是没问题的，因为呢，它只要把这个buckle系上。把这个包系上，就扣上了过后，基本上你看看，它是完全人家的手呢，扒手或是怎么样的话，都无法把手伸进去的，是没办法的，所以不需要担心是没有拉链的话会造成你们的烦恼是怎么样，所以是不需要担心的哦。那这个包包除了是可以 casual 约会或者喝下午茶，或者跟朋友出街可以带的错，而且去那个宴会也是没问题的哦，因为这个包包是多么的高贵，对吧？好高贵。那如果你穿一个，今天我穿小裙子，那明天穿一个长裤或者是小短裤都是没问题的。你看，穿 sneaker， 穿包鞋呀，或者穿运动鞋呀，或者穿高跟鞋，这包包都是没问题，可以让你好容易的搭配，衬搭起来是绝对是当变成了时尚女王的感觉的，而且去打卡是一样非常好看，而且不会太大，把你的整上半身都遮住了。它有一些大比较大的包呢，让你要出街拍照打卡的话会比较困难，对不对？因为你只要这样子放，拍照又拍不到全身，想要拍上半身，想要拍上半身的话，包包也想要入镜，包包又太大，是不是？这个呢 ，size 是刚刚好，这个尺寸是刚刚好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评分呢，我们是给它10/10，是 excellent condition， 是接近完美的状况的哦。完美的状况，你可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什么瑕疵，连底部都是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这个基本上都没有，连那个 handle， 连手腕上都没有任何的瑕疵，手腕都没有任何的瑕疵，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瑕疵，对吧？所以你看看，然后呢，这个包包呢，我们的售价是2199的哦，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后面啦，这个是正面，
正面呢是有个小巴克在前面的，那后面呢其实没有小巴克，可是呢它有捆边，它有捆边，它的边呢就会捆在这里，那就是这里，它就完全是捆一个圆圈的边子。你看整个包包呢除了这 GG Canvas 之后呢，它还有捆这个也浅、可以说是一点点浅黄色或者是浅棕色的一个捆边的设计。那这个包包的售价是2199的哦，谁有兴趣，大家各位朋友哪一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下单，或者是在我们直播完毕之后呢 DM 或者 PM 我们的哦。大家晚上好。好的，来，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会继续下一个新品上线的产品咯。好的，你看是多么漂亮对吧，你看拿起来多么有气质呀，好有气质的一款包，真的拍照又容易，这个包拍照又入镜，也不会把你埋没进去，就是说直接拍到包人又拍不进去，就看到包就是主角，你却不是主角，对不对？那你看包包是主角，你也是主角了，在照片里面，对不对？好看，嗯，非常好看，非常推荐的一个新品哦。下一个新品呢，今天的下一个新品呢是等等啊，好的，今天的第三个新品呢就是这个 Christian Dior 这个包包呢是一个斜挎包，它有包括一个盒子还有承带的，让我把它打开让你们看看。这个承带看看啊，好漂亮，承带都已经好漂亮了，是很复古的。那这个 Christian Dior 的包包呢，你也看看，好复古好高贵的一款包包，对不对？它的 Christian Dior 的那个 logo signature 的 logo 是在这里写着 CD 的，大家看到没？有点反光，对不对？有点反光，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就声线啊，声线上有什么听不到的，或者是光线上的话啊，都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调节哦。然后呢，这个包包是其实是斜挎包吧，哈，斜挎包，它里面是有一个条带的。这个，因为我现在呢，目前是相对的就比较流行小包的，所以呢我们的网店呢是会比较粗，就会比较推大，比较推小包为主的。所以你可以看看，你们可以看看啊，我再远一点，看看一点，这个长度呢是刚刚好的，不会说太长，也不会说太短，而且这样背的话是刚刚好，那个长度刚刚好。如果是斜挎的话，你看斜挎的话是完全就是 perfect， 完全是完美的长度，对不对？完美的长度。然后呢，这个包包的那个皮呢是牛皮的，所以呢如果要保养上呢，在保养上来说，牛皮的保养是非常的不难的啊。如果是小羊皮的话，因为小羊皮的那个质地呢是非常滑还有非常柔软，所以呢小羊皮的那个保养呢会比小牛皮的保养来的困难的，所以呢这个包包是小牛皮，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在保养上呢会遇到什么问题，会容易割花吗？会容易在收纳的时候呢会不会比较难保养呢？会比较多问题的。CD 包包的内外都是牛皮吗？来，一文，我可以让你看一看，里面都是的哦。你看，里面都是，而且它里面很特别的，外面呢，它是一个普，就是说一个 plain 的颜色，比较素色的黑色，再加多一个小 CD 的 buckle。然后呢里面非常特别，大家看一看，里面是蜂巢的设计，这个蜂巢的设计是非常复古的，你看蜂巢的设计，你们看看对不对，好漂亮对吧。然后呢里面的 compartment 你看一格，还有小小格的，这里也是有两格，还有三格的。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夹层啊，这个是夹层，小小的夹层在这，为了把它做得更
更有质地，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夹层在这里的。所以呢这个包包也是没问题，在容纳方面呢都是没问题的哦，在容纳方面都是可以放小卡包、小钱包或者是小零钱包，还有口红、腮红或者搓手液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在容纳方面呢大家不需要担心，除了它不能放上什么，不能放上一只矿泉水瓶啦，不然对不对，就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小包。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包包超容，就 overload 的话会让到你走个街跟朋友去喝个茶都是不舒服的，对不对？那这个包包呢也是非常适合拿来打卡拍照的，不会抢风头的，而且非常有 signature 的，就是这个 CD 的 logo，CD logo 非常 signature 的哦。那这个包包的评分呢，我们是给它9/10，就是 great condition， 就是也是接近完美的 condition 状况。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没给它十分而给它九分呢？是因为它有少少的usage 的痕迹在这里，有少少就是一些，就你不注意的话，其实所以说我们的评分系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是不需要担心。就这么一丁点，我们给它九分，所以呢，九分是接近完美的。那十分呢，就肯定不需要担心，就肯定是完美无瑕了，对不对？那你看这一点点，这完全看不见的痕迹啦，完全看不见的痕迹。那里面呢，更不用说，里面是完全没有什么痕迹，可能呢就是Christian Dior 这里有少少的花，就是那么丁点的少少的花。然后呢里面夹层里面呢，等等，还有可能这个 snap closure 这边有一点点的小花啦，可是这个就没有什么看见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里面都是小牛皮，都是小牛皮的那个 lining， 所以整个包都是全皮的，所以是非常值得购买的。因为这个价钱呢就只是1999的哦，是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款小包。你看这样子拿来看都是非常好看，这样子也是没问题，对不对？那如果呢你们说要拿去宴会的话，那我就把这里这个小包的那个 strap 呢，我就把它塞进去吧，然后把它塞进去上面的里面的这一格。那这边的这一格呢就可以放你的，因为去宴会嘛，对吧？去宴会大家都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带一支口红，就一秒就吃饱饭的话要 touch up，就只是口红 touch up， 对不对？还有腮红 touch up。 所以呢这一个小格这边这一个格子呢就放你们就放 strap， 那这个格子呢就放搓手液或者是小口红或者是小腮红的，然后呢把它关上，那就变成手拿包了，对吧？你看手拿包。所以呢这个小包的那个功能呢就是斜挎包、单肩包还有手拿包的，你看是不是好多用途呀，好多用途，非常值得购买的，非常多用途。这样拿去那个宴会的话，就这样子拿着，这样子拿着拍照啊，因为要收那个 CD 的那个 logo 出来，那我就可以这样子拿着拍照，对不对？你看，而且黑色配色是非常容易搭配衣服的，所以都不需要担心的啊。好的，大家对这个包包有什么问题的吗？那这个包包的售价是1999了，非常值得哦。好，而且这包包有还有承带还有盒子的，是一套的，有承带还有盒子，就刚刚我送你们大家看的就承带还有盒子吧，所以就非常值得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直播下单或者是 DM 我们的哦。来，今天的产品介绍呢是这三款的。那之后呢我们会再重点介绍上两个星期我们已经上线了大概是一样两样，现在是四五样，就上两个星期已经上线的产品啊。来大家看一看啊。好的，就把它放这。然后呢我现在要重点介绍的就是上两个星期已经上线的产品，就是这个喵喵的小卡包。
喵喵的小卡包，可能上个星期没有看我们直播的是你看到这个喵喵小卡包对吧？这个喵喵小卡包让我再重新的重点介绍这个喵喵小卡包吧。这喵喵小卡包呢，它是有一个过世的，有一个过世在这。那这个过世可以怎么用呢？你看这个过世呢，这个过世是一个小钩，小钩在这啊，你看小钩。那这小钩又怎么用呢？那如果你拿一个比较大的包的话呢，想把比较重要的卡，可能身份证呀，或者是 driving license， 就想要把它夹在那个包包前面，就比较方便比较方便拿取的地方，那你就可以把它勾在这。你看，这样子勾在这，大家看到吗？就这样子勾在这。就这个小挂饰，小挂饰，那这而且是比较容易 access 的地方，比较容易的拿取得到的地方。那就把它按扣，就这样的。而且呢，这里也是有个小扣环，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把它再挂上一个小 key change， 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就这样子可以拿出街的，可以拿出街，直接可能是下去 7-Eleven 买个饮料呀什么的呀，也就不需要拿 handbag， 不需要拿那个手提包，那就可以直接一个小卡包就可以下去买东西了，对不对？那这个小卡包呢，那为什么我们要重点介绍呢？因为是非常漂亮的，你看这个设计是非常漂亮，而且呢这小卡包是完全全新的状态的，是十分的状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拿出来重点介绍哦。那你可以看看这小卡包呢，里面是有一个喵喵的字，然后呢它的厚度有大概这样子的，那这一个格还有两个compartment，两个夹层，一个夹层是比较深，然后呢一个夹层是比较薄的，可能是这个小夹层呢可以放两到三张卡，可能三张可能有点难，就两张卡，然后呢里面这个夹层呢，那就可以放纸币，把纸币熬了起来，再跟几张卡放在一起，这个夹层是可以放得下的，所以可能两三张卡再加几张的纸币是没问题的哦，所以是非常方便，大家出个门就不需要想要拿手提包，那这个就非常好用。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好用的好处是在哪呢？是在于现在时尚小包都是时尚小包，对不对？时尚小包，那这个呢就适合把它放在时尚小包里了，对不对？就把它放在这里面，或者这里放在这个里面，这绝对没问题的。你看一下，你们看看，对不对？绝对是没问题的。那这个包包，这个小卡包呢的售价是850，是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状况哦，没有使用过的状况，是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状况，那意思是说是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缺。而且这小卡包呢是有整套的哟，整套的哦，里面呢还有那个认证卡的，里面是 authenticity 卡，这个小，你看。是一套的哦，一套的。那呢，售价是850。哪一个朋友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直播下单，或者是直播完毕之后呢，你们可以随时 DM 我们或者 PM 我们的哟。好，来下一个重点介绍的是。下一个重点介绍的是这个 MK 的中 size， 就是 medium size 的小钱包。那这个小钱包的那个容量呢，是比刚刚那个小卡包来的多的。你可以看看，它有1、2、3、4、5、6、7，七个 cut 在这，七个夹层放卡的卡夹层。然后呢，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卡夹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的卡夹层的，对不对？然后。还有纸币夹层在这里，所以这个小卡，这个小钱包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放钱币的，放 coin compartment， 看看 coin compartment， 它也是有两格的，一个是放比较大的钱币，就50 cent 呀，或者是20 cent， 另外一边呢就放10 cent 呀、5 cent 的都是没问题的哦。那这个小钱包呢，也是跟喵喵的一样 ，Michael Kors 的这个小钱包呢，也是跟喵喵的一样哟，也是完全为实用的condition， 为实用的状况是非常完美，因为为实用对吧？所以是完美的状况的，
是完美的状况的 ，Michael Kors all over logo， 就是说整个钱包都是 MK 的 logo 的 ，MK 的 logo 的哦。Hello， 微微你好，小迷你你好，来，好的，来这个钱包的售价，这钱包的售价呢是429块，429块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要购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单，或者是之后 DM 或者 PM 我们都没问题的哦。来，再看一下，这样子，这个中层啊中 size 的小钱包。然后这个 coin compartment 是为实用品，为实用品哦。好的，来这个介绍，这个是我刚再重复介绍，就是这个价钱是429，为实用品哦，是完全十分的为实用品。大家有兴趣就直播下单或者是 DM PM 我们好吗？好的，来下一个。那下一个呢，重点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 Hermes 的领带 ，Hermes 的领带。这个 Hermes 的领带呢是非常适合来送给老公呀、爸爸呀，或者是男朋友当生日礼物都没问题的哟。而且这个领带呢，那个状况是9.5分，是 excellent， 接近完美的。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盒子可能有一点小瑕疵，所以就没有了0.5分。基本上这个领带呢非常完美，接近完美无瑕的状况的。完美无瑕的 condition 的，就是说这个盒子呢可能有小小的小瑕疵，所以呢我们就少了我们这个0.5分的评分的。然后呢来给你们看看这个领带的细节，领带的细节是个小帆船，你们看看这个帆船设计，男生可以买给自己搞赏自己哦，可以奖赏自己，或者是女生呢可以买给男朋友女朋友，哎sorry， 如果女生呢就可以买给男朋友或者爸爸或者老公当生日礼物或者是周年礼物的。一个是小帆船的设计，那呢那个 Hermes 的 label 就在这个后面，你看是多么的 details， 好高贵对吧？嗯， Hermes 在后面。那呢这个领带的售价是788的，是180仙丝绸的领带哦，180仙丝绸的领带，售价是在788的哟。嗯，好的，来我们下一个重点介绍，来下一个重点介绍是这个 Celine， 这 Celine 包呢是非常大非常容量的，容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容量非常大的。而这个 Celine 包包呢适合什么呢？适合拿去工作，对不对？适合拿去工作，为什么？是可以把一个 file 或者是 A4 纸都可以把它都塞进去，钱包呀水瓶啊都可以把它放进去的，是非常好用的。如果拿来工作的话是非常好用哦，而且容量是非常非常的大。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 Celine 包包呢，它有一个小 keychain 这样子的，就是在它的拉链的设计啊，你看一个写这个 Celine， 而且这个小 keychain 是完全也没有花，也可能有些少少少少的，可是就基本上路眼就看不见，如果你要详细的看的话就一点点啦，一点点。嗯，就还有这个包包里面的容量呢是非常大，适合拿来放非常多的东西，就适合拿来去工作，对不对？来工作里面呢有一个夹层在这里，然后呢里面还有个小夹层是有拉链的，把拉链打开。嗯，还有个小拉链的夹层在这里，对不对啊？就有两个小夹层是在包包里面，而且这小夹层都是蛮深的哦，蛮深的，都可以把，因为为什么你看我们带了这么大的包包，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你什么东西都把它扔在里面，什么东西把它扔在里面。那当你要找钱包或者手机的时候，钱包或者手机的时候是比较困难，对不对？那你就要整个就拿出来，把东西就打完出来，再找钱包跟手机，或者手机响了，要找手机的时候就难找，对不对？那这个夹层呢，就是方便你把你的重要的小东西放在这个夹层。手机、钱包都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夹层里面的，就是容易拿到的地方，容易拿到的地方，这非常好用，对不对？非常细心，对不对？
所以呢，你可以把你的钱包、手机都把它放在夹层。那这里面呢，要把它放那个铅笔盒呀，或者是 A4 纸呀、A4 file 呀，都是没问题，把它就这样的扔在里面，或者水瓶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拿去工作。那些工作就一包搞定，就是一个包啊就搞定了，而且是非常时尚的。这个是，而且这个 printing 是这一季 Celine 很出名的、很有名的 Triumph Canvas 就是这个 Triumph Canvas 的这个 printing 是非常好看的，很经典、很经典的 printing 哦。那这个包包呢，我们评分呢是8分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那个 handle 有小小的磨有小小的就是用过的痕迹，然后里面就小小这样子，然后这个 handle 也是一样，就这样子小小的痕迹，还有下面底部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痕迹，所以呢就没有了我们这个2分，所以我们的评分是8分的。然后售价呢是899哦，899可以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包是非常值得的哟，可以拿去工作哦。那如果你想拿去跟就 casual outing 的话，其实也没问题啦，就是或者是妈妈想要带宝宝出门的话，想要放奶瓶呀或者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扔在里面，非常方便，对不对？好的，那这个包包售价是899 ，condition 呢是我们给它是8分的哦。那大家有兴趣，那就在直播下单，或者是之后 DM PM 我们。好的，来，我们下一个重点介绍，就是我们这个 Boston 包包 ，Gucci 的 Boston 包包，你可以看到一下它的 size。可以拿去 casual outing 或者是拿去做工都是没问题的，拿去工作 OL office lady 拿去工作都是没问题的。你看容量非常不错，而且特别的地方也是一个 GG 在这，然后还有一个 GG 在这，然后是 GG canvas 都是 GG 的，然后里面的容量是非常大，是非常非常大哟。然后它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等啊，看不到，看到吗？这个就是它里面的那个那个小夹层它有一个小 keychain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把小夹层打开呢，小夹层也是非常深的，也是可以把你的手机或者是那个钱包先把它放在这，不然的话要找的话是非常麻烦，对吧？手机一响要找手机就跟非常麻烦的问题，对不对？那就把手机放在这，很深很深，非常深，非常实用的一个包，工作或者是 casual outing 或者跟朋友出去喝茶都是没问题的。你看其实它不会说很大很大把你整个人都埋没掉的，其实没问题。你看这样带，这样带或者这样带，这多么高贵，对不对？好，那这包包呢，我们给它的 condition 的那个评分呢是9.5分的，是接近完美哦， excellent 的 condition 哦。那我们的那个售价呢是1999可以拿到这么大的一个包也是非常值得的，就跟我们 Celine 比较起来这是非常值得，而且是 Gucci 包包1999，而且那个 condition 状况是9.5分的哟，非常新，可以看看一下它的细节是完全就没什么大问题的，看一下细节哦，是非常漂亮，而且底部这也是非常漂亮的，然后这个细节这边还有另外一边的小细节，这里你们可以看看啊，都非常非常新的，所以我们给它的评分是9.5分，售价是1999的哟。来，我们就看一看。好的，今天的重点介绍呢就是这几款，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来一个
大放送，大放送，就是今天的直播大优惠大放送哦。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来，我让我介绍给大家看看，今天的直播大放送大优惠就是这个包。就是这个 Coach 的包， Coach Slim Bag Cross Body， 它可以 as 一个 Cross Body 的包包，或者是一个 Shoulder 包包， Shoulder 包包，然后呢，它有 come with 一个 Taser， 就是小吊饰。那这个小吊饰呢，你们不要用的话都是没问题的。那今天的大放送。这个大放送这个包包还有什么用途呢？那就是这个 Strap。这可以移除的，移除的，对不对？就不要，就如果没有拿来当那个 cross body， 就是斜挎包或者单肩包的话，它可以拿来当什么？当手拿包，当手拿包拿去宴会。你看，拿去宴会都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它是 signature coach 的那个纹路，还有那个线条设计的，那前后都是有的哟。然后它的开关呢是这样子转的 ，OK， 然后把它打开，打开里面是布的，是棕色的，然后也是有个小夹层，那个，然后就是一个大夹层在这，然后这个包呢的容量，就可以放这个小卡包，小卡包肯定没问题，然后 sanitizer 还有那个口红腮红。都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容量方面是不需要担心，能不能装得下平时我们需要用上的东西，就口红腮红还有措手液，那就小卡包，你看刚刚好的。然后呢，这个小夹层呢就可以拿来放手机的，对不对？好，那今天的大放送，这个包包的大放送售价是多少呢？售价是599哦，599哦，这今天直播大优惠，大优惠真的是大放送了。之前让在线的朋友，还有在线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在刚刚介绍产品介绍了过后，那这个就是你们的大优惠哦，的大优惠大放送。599，而且这个 condition 是完全全新的 condition， 全新的状况，是十分的哟，是非常全新的 condition， 599，非常非常值得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包，还有这个 straps， 你要把它当成单肩包、斜挎包或者手拿包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对不对？你看，好好看，对不对？来，599只是需要，今天只是需要599的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今天打上来，在我们直播打上来，或者之后直播完毕了过后呢，我们还是会有再给你今天的这个599的价钱的。那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赶快打上来，这个 Coach 的包包，全新，十分全新的，只是需要599哦，是今天的。大直播大优惠大放送，来看看有谁有兴趣，来，好，来，我们就好，这今天这个直播优惠呢，就我们就暂时介绍的在这里呢。然后我今天现在我看到人数呢是不达到30个人的 ，IG 就有5个人，然后那个。FB 就17个人的，那呢我就只好把他想要送出的两张100块优惠券呢，就会送出一张 FB 一张，还有 IG 一张的。那在线的四个朋友，那你们就要来帮忙看看，我们就可以把 IG 送上一张，还有 FB 送上一张的哈。来，等等啊。好，你们在线的或者是在线的，让我知道你们要不要抽礼券，让我知道，我们有100块的礼券要抽给你们的哦，来让我知道，来给一点点反应。那我们有价值100块可以购买我们任何的产品的哦，可以购买我们任何产品的哟。
来，如果你们要抽礼券的话，让我知道，让我知道，我们有今天的那个礼券呢，应该是有两张，两张是给 IG 的，两张是给 FB 的。可是呢 ，FB 跟 IG 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太少了。所以呢，我要想看看大家要不要抽礼券，要不要抽礼券，100块的优惠礼券，优惠礼券。大家要抽的话，来让有说个爱心，或者说个加一加一，让我知道你们要抽礼券。或者是写我要礼券，我要优惠券，让我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来抽我们的100令吉的优惠券哦，来让我知道吧，来个反应，如果有反应的话，我们就抽优惠券，好不好？是我们本身呢是打算就 IG 来两张100令吉的优惠券，还有 FB 呢是有100令吉的优惠券的。可是现在呢人数是偏少的哟。那如果你们要的话，来给我一点反应，给我一点反应。如果你们要抽优惠券的话，让我知道，说上爱心，说上爱心，或者是在 comment 写着加一加一，你们要优惠券，那我就会在现场抽出优惠券的。来让我知道看看你们有没有要。哦 ，Raymond， 我看到了，你说你 like 跟 share， 谢谢你，谢谢你。那让我们知道看看，来 IG 的4个在线的朋友，还有 FB 在线的15位朋友，如果大家有想要抽我们的100令吉价值100令吉的优惠券的话，让我们知道哦，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抽我们的100令吉优惠券。这100令吉呢可以购买我们任何已经上线的产品哟，所以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大家想要抽优惠券的话，让我知道，来打上加一，或者说上爱心，说上爱心，或者打上加一，让我知道你们要不要抽优惠券，好不好？来 ，Hello 森林，晚上好，你要抽优惠券吗？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反应，今天没有什么反应的话，大概九点钟我们就要下线了，因为今天的产品今天的新产品上线呢已经上线了，还有我们重点介绍呢已经是完毕了，还有今天的那个直播优惠都已经介绍完毕。所以呢，现在是我们抽优惠券的时候，抽优惠券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要抽优惠券的话，让我知道，来加一，说上爱心，加一，说上爱心，那我们就可以来抽优惠券的。Raymond， 你说加一对不对？一俊，你是说要加一，也是想要抽优惠券对不对 ？Fion， 你是想要加一抽优惠券。来，在15位在线的朋友，15位在线的朋友，来让我知道你们要不要抽优惠券。来，现在已经8:55了，8:55。来，还有人加一吗 ？Hello。一顺加一 ，Raymond call 加一 ，Fiona 一加一，就18位在线的朋友，你们要抽100块钱的优惠券吗？100块钱的优惠券可以拿来用购买我们已经产品上线的产品哦，是非常值得的，100块的优惠券。好，来我们看到 Raymond 一俊是想要抽优惠券的，那其他的在线的朋友呢，有没有想要加一抽优惠券？那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决定把那个优惠券赠送给那些有加一的朋友的，哈，来，有没有再加一？一俊 Raymond， 只有一俊 Raymond 在加一吗？那如果我们再等多2分钟，那如果没有其他加一的朋友把它打上来要抽优惠券的话呢，那我就会把优惠券赠送给有打加一的朋友哦。来，再等个两分钟。来，我现在8:56，还有2分钟，那我再看大家有没有想要抽优惠券。抽优惠券的话，我们就会让大家有想要抽优惠券就撒上加一说爱心，谢谢说爱心的朋友，谢谢说爱心的朋友哦。
来，记得帮我们 share like share， 然后呢，加一的朋友要抽优惠券，如果没有的话，我才还有两分钟，如果没有再打上加一的朋友的话，那我就把优惠券赠送给一寸还有 Raymond。来，好多人说爱心，好多爱心，谁说了爱心给我？来，举手，谁说了爱心给我？来，那 OK， 57分哦，我再等多一分钟，不然的话呢，我就会把我们的优惠券一下子100令吉的优惠券呢赠送给有加一的朋友，就是一寸还有 Raymond 的。Raymond 一寸，你们还有在吗 ？Raymond 跟一寸，你还有在吗？那还有一分钟。那既然呢，那个 IG 的那个live 的时间，那 Raymond 还有在，好的，来在这好的，已经8:58了，好的，在线上都没有人写加一了，那我就把那个价值100令吉的优惠券给 Raymond 好了，给 Raymond。那一寸，你还有在吗？一寸，你还有在吗？我看应该是还有在，对不对？好 ，Raymond， 好的 ，Raymond， 等等，我们下线了过后呢，就会把100令吉的优惠券把它传给你 ，DM 给PM 给你的。来，如果一寸还有在线的话，我们也会把那个100令吉的优惠券发给你的哟。来，好的。还有人，好多人在现在上线了耶，在 FB。Hello， 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啊，一尊你有在，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那个100块优惠券呢，就给 Raymond 还有一尊，好不好？好的。还有现在刚上线的朋友，我看到好蛮多人在上线了耶。那你们今天已经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哟，因为我们直播是从8点就开始了，现在都已经快要9点了哟。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购买我们的中古商品包包、中古包包的话呢，可以看我们产品上线的 post， 还有全部的价钱，还有 condition 都已经写在里面了。那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 PM 我们或者 DM 我们的哟。刚刚在开始上线的朋友。好，我们所贩卖的呢，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中古商品，所以而且我们的 condition 都是很 tip top 的，都是很上等的 condition 的，而且是180%正品，所以180%正品的哟。如果你们有兴趣，刚上线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 DM 我们 PM 我们的哟。FB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现在才刚上线看我们的直播耶。好的，我们直播其实呢是今天8点开始的，现在已经快9点了，我们都快要下线了哟。因为今天的直播只是介绍一些今天这个星期上线的新产品，还有上两个星期上线的重点介绍产品的，而且我们已经是介绍完毕了。好的，来恭喜 Raymond 还有一寸得到我们的两张价值100块各。就是一寸得到一张，还有 Raymond 得到一张的一价值100块的那个优惠券哦。等等 Raymond 还有一寸，我们会PM 你的，我们 PM 你，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收到我们的 message， 你们就要看你的那个spam 的那个信息，要有 request 信息需要 approve，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信息了啊。好的，来，9点了。好的，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为止。好，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谢谢大家的爱心。如果有大家有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就直接 PM 我们或者 DM 我们的哟。好的，好，大家晚上晚安咯。好的，拜拜，谢谢你们的爱心，还有非常多的爱心，谢谢。好的，拜拜。哦 ，Facebook 还有很多很多爱心说上来，好的，来，谢谢你们哦，晚安。